看你的简历上写你今年23岁。啊，是的。本人倒是比较成熟，一点也不像大学刚毕业的样子。童小姐，那咱们今天就先这样，我会跟你再联系的。啊，麻烦您了，那我回去等通知了。请。谢谢。江总，请留步。请。狄总，您来了，我已经试探过他了，应该没有问题，他确实已经失忆了。猪脑子想一想，如果他真的失忆了，什么都不记得，为什么还要伪造身份谎报年龄，千方百计地混入森泰工作呢？童小姐，你好像有东西落在我这儿了，咱们要不要聊一聊？慢点说，好好，我知道了，你现在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好吧，尽量拖延一下时间，你给我5分钟时间，我马上就到，你自己千万要注意安全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洪峰现在在森泰，他碰上江浩明了。什么？赶紧过去。小宋，赶紧派人过来。